你们敢相信现在纯原装的 iPhone 12和12 Pro 一个价吗？都是1999的价格，到底怎么选最合适？今天娇娇就给你们好好梳理一下，华强北的二手机有369等之分，像冲芯机、亮机、小花机、大花机等等。像咱们家批发的机器基本上以亮机为主，如果是小花机、大花机，这些机器的详细机况都会给你标注清楚，坚决抵制一些黑心商家拿花机翻新改装成亮机的操作。所以在价格方面一定不是最低价，但绝对是最靠谱的机器。单口新拿的一批纯原装12，外观成色都能达到亮机的标准，还有几个换过屏幕的12 Pro 都是1900的价格，两者都是 A14 5G 处理器，性能上没有区别。但12 Pro 后置三摄加激光雷达的组合比12的后置双摄成像效果更为优异，如果只是日常使用12 Pro 作为旗舰机，体验肯定更好。但如果你喜欢玩游戏比较多，选择纯原装的 iPhone 12更为合适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能享受娇娇家的180天质保，为的就是给你们多一份保障，我也能挣个好口碑。